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，为什么跨掉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，就因为喝醉酒他就能拿我妈出气，我真正看不下去，就是我比较细汉，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柔，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？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两双翅膀，随时出发逃到出发，我一定带我妈。从前的教育，别人的家庭，别人的爸爸，种种的暴力因素一定都会有原因，但是那妈跟我都没有错，跟我叫你一声爸爸。